要带文当去体验台湾式的洗发。我们找的是一家在中山区的，因为我们也住在中山区，所以去的时候超方便的。今日は少年。文当今天穿得很年轻哎。27歳なのにね。你的毛在哪里？这是找到是一家是日本人都喜欢去的，在清华酒店的右边一家叫做青丝房的美容室。那我是给文当洗这个最简单的洗头还有吹发是还付500块，我有另外从日本的网站上看到，只要出示这个画面就可以另外付肩膀啊跟头跟脖子的按摩，还可以付饮料一杯。好的，行吗？嗯，这家好漂亮，谢谢。嗯，而且只有文当洗，他还让我坐在文当旁边，他还付给文当一杯茶。啥？你很可爱啊，我想多拍一点。どんな感じになるんやろな？いろいろ作ってくれる。嗯。台湾玩的いいのがいいらしい。ああ、まあ確かに体にはいいや。文章是第一次这样坐着洗头。いい匂い、気持ちいい。加減だって。眠たくなってきた。他说很舒服，让他很想睡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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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章根本就已经在睡了，也没有人在管我再看一遍。可能就爽到睡着，因为他昨天整晚没有睡。能变魔人普屋。Mickey 文章一直在拍，很可爱。日本的テレビ局が台湾式シャンプーを紹介するために主催しに行ったらしい。すごいじゃん。そのね、痒いところを描いてくれて。めちゃくちゃ気持ちよかった。你文章帅，有没有朋克啊？今動画？動画。因为文章现在洗头，所以我先回来讲话。等一下我调近远一点。反正日本人来台湾好像都会体验这一种坐着洗头发，然后在上面做造型。因为好像日本的话都是躺着的，然后他们很多人来台湾都会尝试。那我找了很多之后，就发现在中山区这边很多，然后这家叫青丝房呢，就是蛮多人来的，所以就来试试看。我们现在用日本的网站给的折价券帮文章肩颈按摩，头发先湿，样子还蛮帅的。啊，大哥的哟，便宜。结果文章。是吹个头发之后变成完全不一样的造型。それそれ。今日はこんな感じの文章で行きます。あ、でもめっちゃ気持ちよかった。違う感じになったね。但是呢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觉得我要在日本人体验的话，去一般台湾洗发店的坐洗也可以，就也不用特别来这里啦。可是厕所是免治马桶，环境很干净，可能日本人会喜欢这种感觉。现在是给文章第一次尝试台湾的刮刮乐，文章都不会玩，好可爱哟。場所なんか適当じゃない？適当だよ。外れだね。次ゆうちゃん。え、もうやらないよ。さっき私払ったし。文章刚才为了要喷那个水的喷雾，特别站到这，结果水的喷雾就没了。文章现在好像是那个在玩乐团的人哦。売れないバンドマン。台湾なんか傘多くない？やっぱ雨降りやすいからかな。傘めっちゃ見るよ。台湾で傘買って帰ろうかな。文章现在要戴他盖拿的帽子。哦，你要？鏡見てみ？蛮好看的啊。ちゃんとありがとうって言ってね。文章的第一次买手摇饮料。日本卖超贵，日本一瓶就卖700。めちゃ熱い。台湾行くとめっちゃ飲み物飲みたくなる。文章今天喝超多，他买了两瓶饮料，然后现在又买一瓶手摇饮料。一百是你的中心率，好了。好。嗨。谢谢。哇，小心他嘴被夹。せっかくだ。ルーちゃんを真似したいとピシャーって。あ、美味しい。今日飲んだ飲み物の中で一番美味しい。うん。棒哦，文章喝的是金砖凤梨。文章一开始就说，因为这个凤梨是配绿茶，他就不要，因为文章觉得配这个不可能好喝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台湾配什么都好喝。めっちゃ好喝。我刚才也喝了这个凤梨金砖绿茶，哎，超好喝哎，美味しいね。好喝。嗯，超好喝。最初緑茶とパイナップル絶対合わないでしょって思ったけど。台湾なんでも組み合わせると美味しいからね。めっちゃうまいんだけど、びっくりしたよ。我阿姨帮文章预约一个按摩的，然后现在要先来选精油。哦，いいよ。哦哦哦。那文章选的水，你附近秀吧。对的。你这样。OK。抹完精油之后，我们要先来这里坐着。耶。文章好可爱哦。其实本来是要帮他弄脚底按摩啦。可是后来他全身的，因为他昨天没睡觉，就给他按全身的。你对的呢？こんにちは。文章看起来就好观光客。めっちゃ昭和。好喝啊。文章已经舒服到整个人都快睡着了。茶也要喝吗？谢谢你。哦，不要。我现在就在这个房间准备要按摩，文章在另外一间。可是我觉得里面蛮冷的，可能等一下涂精油之后就不会这么冷了吧？超爽。帅。爽。帅。
文当的第一天旅行就这样结束了。然后给大家看我们刚才回来之前买的这个健诺，超好喝的，是我妹妹很喜欢喝，我推荐给文当喝。文当你觉得好喝？好了，不讲太多话，再见，拜拜。我跟文当现在要买要去十分的票，文当都不紧张，可是我超担心的。